你去吧。哎，小妹妹，干嘛？想问你个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想问你个事情。你干嘛？你打我？站着！哎，干嘛？在哪里讲啊？在那边。哎呀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光天化日竟然有人讲小孩。他们打好我。那走走走，我一边打电话，一边就叫他们拦住，拦着。哎，喂，老婆，吃那么多，开个车都开不动。换装，换装，站着。赶紧换了，抱小孩。行，你放了在地下。放地下。你就在这里，速度一点呐、啊！叫你不要吃猪脚，那一天吃一餐吃三个，那不是靠干这点活来钱啊？我都养不起你了，这天天骂我，我还不骂你？你吃那么多，赶紧了，爽手一点。你开车还是我开？我开，走，出发。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还有人贩子，被我发现我打断他的腿去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停车。你怎么搞的，放那个棍子拦路。是啊，我跟你说有人贩子啊，必须拦起来。还拦什么拦？哎呦，人贩子啊。对呀、啊、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人贩子啊。对呀、啊、我都真的是吃了手无心豹子胆。对呀、啊、被我发现我的腿都打断他去。必须要打断。再说你看我这个，我这个女儿啊，发高烧了。发高烧，我老婆也要去做体检了。看着不像发高烧啊。哎呀，低烧，关键她是要孕检啊、你看，也快生了。啊、这个是肚腩吧？哎呀，你在摸什么肚了？怎么？人家的肚腩动的，她哪里动？哎，你们两个看着不像我们村的。我们是那个坑南村，坑南村的啊。坑南村。那是坑了还是猪呢？他是猪呢，我是坑了。我嫁给他，嫁给我。他以为你问的是我老家。问题你坑南村、猪哪村都不从我村这条路过啊！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村那里刚好那个桥啊垮了，只能咬稻虫死过啊。哪里那么大的事我没听说？那个桥，哎，我们村，你不听说很早上发生的事情没有那么快传播出去？就是啊。来，小姐姐，麻烦你让一下。你别动我的，不能过，今天等一下先。万一我老婆这个肚子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担待不起啊！你说她是，我看着就像肚腩。哎呀，你说肚腩就肚腩，要去体检，马上也得生了。嗯啊，这个小孩几个月了？这个差不多一岁了。一岁。老公，看着哪里像一岁？你这样吧，老公给一点钱给他。反正这个朱保安的，哎呀，不过应该工资低哦，再搞点油水啊。你这个肥婆，还想拿钱来侮辱我？来，我不要拿茶，喝茶。你领那一点工资，喝茶。不要拿你的钱来侮辱我。你不要耽误我们去体检。虽然我的工资少一点，但是我不偷不抢，对着天对着地。你这样他油盐不吃，让我来教训他。啊。给不给走？你们什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得过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我不给你过。不给我过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还在拦着？走。按住啊！快，老公，抓住老板！就是老板，是不是老板？哎呀，哎呦，这个就是妹妹。我不要你过。这个就是妹妹。打我啊！不打，不打的，打了。想拿钱来贿赂我？打，兄弟，打。老实交代，你们是哪里的？竟敢来我们这文明村作案啊！但是他说空空的，他是猪没有，我们只是抱你妹妹去玩一下。玩一下，我们去玩。小辫。
哦，因为我老婆啊，她里面都是屎，生不出小孩，所以才抱一个。生不出你也偷人家的，偷我妹妹，你竟敢！谁的主意？我打我老婆，老婆打！不要打我老公啊！打我老公就打你，我打。打吧！不打了呗。我们给钱你们，有放了我吗？要不要？你就善心点来了，家里面有没有？就是没有，有没有捅我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就是没有的伤才抱养一个回去。你要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严重的代价。抓他去拍一抓。你们抱养要用正规合法的手续，还偷人家的小孩，还想打我？刚才我就是。给你的旧钱，给50万，给他一所吧。